2023年3月5日，星座运势。白羊座，今天你的情绪比较敏感，容易被周围的事情所影响，建议你保持平稳和理性的状态，尽量避免过度的冲击和行动。金牛座，今天你的工作状态比较不错，能够充分注意自己的工作计划，有希望获得不错的结果和回报。双子座，今天你的社交能力比较强，可以结识新朋友和拓展社交圈子，同时也有机会获得一些有趣的经历和体验。巨蟹座，今天你的家庭和情绪生活比较重要，需要关注家人的需求和感受，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情绪表达和沟通。狮子座，今天你的工作表现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阻拦，建议你保持耐心和冷静，积极面对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处女座，今天你的创造能力和思维能力比较强，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，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向。天秤座，今天你需要更多的自我关注和照料，建议你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心理状态，并结合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计划。天蝎座，今天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未知的挑战和难题，但只要保持冷静和专注，就能足够克服问题并取得成功。射手座，今天你的人际关系比较重要，需要与身边的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，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突发和错误理解。摩羯座，今天你的工作表现比较出色，有机会获得一些成果和回报，同时也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。水瓶座，今天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，但只要保持乐观和坚定的心态，就能足够克服问题并取得成功。双鱼座，今天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会得到释放，需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，并与身边的人保持良好的沟通